好了，你们看在我坐在这里，一定知道是有大事要发生，对不对？我刚刚就准备做饭的时候，因为发现没有葱和蒜，姜和蒜，然后去买楼下超市买了一点姜和蒜。但是在我上来的时候，我接到了一个电话，就是刚刚11:30左右的时候打进来的一个电话。然后他跟我说我的 iPad 修好了，所以我终于现在终于可以去拿我的 iPad， 所以马上穿戴整齐，先去拿 iPad 做饭什么的，等会儿再说。走吧，我去拿 iPad。 因为事发突然，然后这个 GoPro 都没有电，然后刚刚临时充了电，现在30%电就出门了，然后现在去拿我的 iPad， 终于可以拿回我的 iPad 了。好累啊，太累了。Yeah, just like a vlog. YouTube. Like this. Just upload to different websites. Is that what we're going好了，现在我已经在宿舍了，然后我这个直接拿到宿舍来那个 restore 了，因为那边没有网，然后我相机也快没电了，所以就先拿回来再说吧。就先这样，等会儿 restore 完再给你们看一下。